又听 Beauty 的特派员一，我现在在同一时代百货高雄店，谢谢大家跟我进去挖宝吧 ，Go！ 现在来到的柜位是可丽斯，哇，他们家的包装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高档，尤其是你看这只金色的小金瓶呢，是他们家非常热卖的商品哦，杏桃人的洁肤霜，它里面呢有非常细微的这个杏桃子的小末细末，你看。可以帮我们代谢角质，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呢，在这个洗脸的过程中呢，慢慢的新陈代谢，这样子呢，阻塞我们的毛孔的脏污呢，就可以轻松被代谢掉。另外一个明星商品是什么呢？水果防晒霜，它呢有 PA 四个加，而且它是润色的哦，最喜欢润色的这一种，因为呢，我们就可以代替粉底液。质地很棒哎，像乳液一样的质地，而且呢，它夏天呢、保湿、不卡粉，还有抗热的效果，觉得很透哎，我喜欢这一支哦，香味也非常的自然，不会觉得很化学，是有点。淡淡的果香，因为它是水果防晒霜，现在柜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，大家可以到可丽舍就回来，就可以使用我们非常透亮、非常厉害的防晒霜。